嗨，然后我现在在上海，大家体验一下我下班之后的生活吧。因为我自己就是会，下班之后一个人会去扫一台共享单车，然后一直骑。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上海吧。我好喜欢上海的街道，因为陈绮贞那首歌里面就是这样唱到的。上海的街道，雪山在边上，你靠着车窗，我心脏一旁。好的，然后我其实这种骑行就是完全没有目的的，就是走到哪儿算哪儿，可能看到一家小店我就停下来去吃，然后比如说看到一个大商场我就停车进去看看电影或者逛逛街，然后有什么热闹我也停一停这样子。然后因为今天刚好有下了一点小雨，还挺舒服的，不知道等会会不会下大，因为今天下午下的还挺大的，所以没关系，如果下雨的话就淋一点吧，人生是要淋雨，因为这场雨并不是谁都可以淋的，你淋过的雨才属于你。开心，开心一点。风吹乱我的发型，风吹乱我的发型。给你们一点背景音乐吧，虽然现在我没有听歌，但我觉得就是夜骑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 BGM。 来，我摘下我的耳机给你听。雨渐渐大了起来，没关系，快过这个绿灯，十秒，还有十秒。哎，这个车咋回事？熄火了，这车。耶耶，好舒服呀！路上的行人很少，但是车很多。这个角度给你欣赏一下我的虎牙吧。啊，雨在越下越大，雨还是不停的落下。看看这个店是干嘛的啊，卖彩票的，一个彩票站。经过的时候我每次都会想要不要去买，但每次都没有买，因为懒惰战胜了我。每一个十字路口我都要面临一次选择，我有的时候会往亮的那边骑，有的时候会往暗的那边骑，有的时候骑来骑去还是回到了这里。哎，押韵了。这次我选择右转吧。前面是个桥，很漂亮的桥。最喜欢下坡了，很舒服，它就可以拖着你走。跟大路比起来，我还是更喜欢这种小巷子的感觉。生日快乐 ！Happy birthday to me。Happy birthday to me.
Happy birthday to 大帅哥 Happy birthday to 大帅哥，尬住我了，好尬呀，对不起。哎，这边看起来好热闹呀。那我去把车还了，我带你们走走路。这里有一排都是看起来像好吃的，我要去了，我上了 ，Go Go Go， 汪苏泷 Go Go Go。最喜欢这种十字路口了。当然，我们走路了，我带你逛街。这条街感觉很多好吃的样子。这家是什么冒菜？冒菜可以考虑考虑。牛肉汤，牛肉汤不错呀。重庆小面，他又卖汤又卖小面，汤汤面面的，方方便便的。老上海馄饨挺不错的啊。哎，别叫蛋，你别我胖胖，不要笨。就这一家吧。你别弄我，不要笨。哎，我包里的。只剩我一个人了，这个店包场了。老板，那可以洗手呀？这可以吗？吃完之前一定要洗洗手。这里吧，亮一点。其实要拍这个之前，我考虑过，就是要不要拍这样一个 vlog， 因为怕大家会觉得很 emo。大家会觉得看起来很孤独，但是希望大家不要这样想，因为这就是我的快乐，就是我很享受一个人的时光。我只要下了班就会一个人待着，我觉得这个时间是我自己的，我觉得很快乐。玩手机时间。我准备开吃了。好烫，舒服。完成了。谢谢老板。饭后散个步，你能活。能活96。我记得我有一次在厦门吧，还是珠海，我就一直骑到一两点，就是那个雨，骑到雨下雨了，然后我就打车回家了，就是一直骑到雨落下来。我很喜欢上海，喜欢上海的街道，就觉得在这里走路也觉得很幸福。大片运镜，喜欢这个角度。我今天就差不多到这里了。这样你觉得有趣，你也可以在你的就是城市低碳出行，有空骑骑单车，我觉得很酷又很舒服，推荐给你。